这家你真正做唔对啊！啊，无是做唔对啥啦？是啥做唔对？啊，凊彩啦，和恁林家的人拢同款啦。甜甜，啊，因两个人哪会在冤家啊？哇！哎哎，甜甜兄啊，啊是发生啥物代志啦？啊，恁哪会甲大遐在冤家，啊，搁冤到遐尼大声？啊，唔对是。啊，扫扫去啦！哎，袂得啦，即马讲啥无路用啦。啊，既然啊，无人欢迎我倒来林家，那我嘛无咧稀罕。我更加无想要受到林志明的利用啦。哎，田林啊，大爷哪有可能利用你啦？啊，这其中一定有啥物误会啊？啊，小你误会啥？一开始甲我讲，因为我身躯顶有留着林家的血啦。根本是利用我啦，啊，代替伊安做东做西，为伊安尼拼生死啦。结果嘞，我即摆受着委屈，我乖吞忍，我何苦？你讲老天顶去找林志明冤家？伊讲林志明利用伊，伊无稀罕林家，就连林珊珊的解释伊嘛不爱听，头歪了就最早。袂歹哦，即摆这情势对我是愈来愈有利啊。林志明一定想袂到，讲伊会相信啊小弟老天顶，起码变成我江宏杰手中的棋子啊！你哈，我有像小弟这件代志已经白空了，起码上媒体啊，你知无？哦，当些代志，他拄仔在发生呢。我你讲，这件代志紧处理，也若无我无都宣布要继续选这个代志，有听无？啊？安尼考验开始是。让人感觉同情的，你爱记，伊咪行出去的时阵啊，脚步爱慢，喘气爱慢，讲话嘛爱慢。阿舅啊，你即摆是白人，你爱家你迄个强势个性爱收起。知。哎，啊，哎呦，你讲我拢知。黄老师啊，咱这个不阿白。哦。阿哥这边。好。我滴大事咧。啊，那无电啦。哎。哎呀，哪里？哎，我看外口无电了呢。啊，是啊，来无电啦。哦，这是啥？无电啦。啊，到时啥？啊，你无紧去准备一下，有记者来，咱来热起来吼。啊，心肝火到，我咱带你去摸摸，是会乱播呢啊。多谢师傅啊，多谢师傅。哦，今仔日好佳哉，有两位斗相共，我可能抬头呢。啊！你小可零件无代志，安怎弄好啊？啊，我往那走。哎，小弟，我钱也未给恁啦。哦，啊，你钱也未收，讲你收啊？哦，感恩哦。嗯，我等伊哦，我都要偷去报销你。齐委员。哦。我都白金未讲，你要先问哦。我要问的，大家应该嘛拢想要知影。哦。你是安怎？这样是看起来哪只歹啊？哦。你敢有收邀请的钱？哎，难弄。七位员，你的故事足让人感动的，啊，不过我阁想要问侯清楚，昨下媒体公布你甲邀请的人有来往的相片，你的精神看起来真好，哪会过几天就变安呢？你敢是伪装的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认为邱委员会骗人？大家拢是记者，你哪遐尼无同情心哈？我是想要甲邱委员问好清楚，大家一定拢有疑问。你讲了无对，我确实有伪装。
我化妆是安怎化妆就是。齐委员。看起来齐委员无法度予咱继续问落去啊。我只有最后一个问题，嘛是大家想要知影的。委员，你即马身体状况遐尼歹，明年你敢阁有打算要参选立委？选，无论如何，一定爱选。无论如何，一定爱选。就算阮拼我一条老命，我嘛一定爱继续甲选落。我市民叫就是正义的代表。安尼，各位恁知无？哦，奇怪，你搞票超会打比啊？耶，哎呀，是都会烧起来啊！啊，你敢无看过？不是，海啊！安怎哟？地下室烧起来啦！地下室烧起来！哎呀，发生咩？大家要紧走啊！齐委员，我一定在消防局的群组下面讲啊，伊的车随到。袂要报消防的，报消防的。哎，你地下室的火苗，我拢帮忙炒啊。啊，我出去，我出去，赶紧报，赶紧报。哎呦，你袂急的，你当真着。你刚不是破病啊？我破病来加火啊，买只烧着破病安怎？来，紧张，地下室敢有啥物物件啊？哎，唔管啥物件，我咧讲，恁带你买对，紧落去楼骹，紧楼骹，千万唔通坐电梯啊！要来袂去烧变焦巴啊！好，阿弟。该咋医啊？这英文有多少？如来神掌，给你骗了 ，Give me five。哦 ，Give me five， 来，Give me five。江湖前这个高士呢？竟然叫人跳出来给他弄。我跟你讲啊，咱今日个架势是拄还好，这世界集团这当初就这威望，你绝对坐袂着。伊唔知讲老的吼，迄目睭太好个，我都要要冲起来进前哦，你著看着讲伊坐车顶。你过来加好心嘛，啊！我虽然规组害了了，目睭有在保养，啊，然后真看面，啊，不然这狗公鸡走落去，叫变起来。嗯，我假戆嘞，还是讲吧，啊，看到有点受伤哦，我真做唔甘了。你感觉我这届吼设个局，设了安怎？我无你讲，这狗公鸡竟然这么跳，你又平常江宏杰要设计你个林家变面，好啊，顺这个势。一边避免让林家和江宏杰看，啊，佮一边佮牵着徐明强那个合作，啊，伊拢绝对想袂到讲，嘿，啊，这个是要徐明强对伊无信任，两个永远无法度佮斗做伙啦。宏杰，你是安怎啦？面色哪会这么歹看？徐明强无效啦，就有手乌钱这条我也袂煞啦。走私汾酒的代志佮变，即马，莫讲伊选李长袂掉。伊立委连任哦，这是无可能啊啦！像咱一场火灾安尼，火爷要叫你搬到苏苏去啦！洪姐，你先莫生气啦！这是窃听器，这包机你是谁送的？这套机啊，就当送我是古董啦，这卖换送。老天庭，你死就是要做林家子孙对啦。这条小话一定要找你讨回来，Coco， 你是安怎？你看江宏杰、张正浩，看到我就参像蜜蜂看到花蜜同款，马上就晕船啊！
就跟林志文，看到我一点拢不为所动。Coco， 你太过有自信啦。其实嘉文嘛不是无魅力，嘛不是无咧爱查甫人啊。啊，不过只是伊的个性较低调、较温顺。你甲嘉文两个人，就根本是红玫瑰与白玫瑰。那是会用的，一般的查甫人都是要甲你两个人同时拥有。啊，不过那是可能要选到一个。一般的查甫人应该都很选你这个狂野热情的红玫瑰，因为较刺激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林志文不是一般的查甫人？志文哥，伊甲嘉文同款，都是真温柔的人，所以两个讲起来，伊就常像是男人中的白玫瑰。伊若是要选，当然选伊的同类啊。既然呢，我买单甲家己打扮做白玫瑰啊。你无法度，是安怎讲啊？恁大家不是拢讲我甲吴嘉文实质一模一样？是安尼讲无唔对啊？虽然你甲嘉文生做真正足共的，啊，不过我拄仔认真想，那是你假扮做嘉文，换做嘉文的发型、嘉文的穿搭，也是袂同款。因为嘉文的感受比你加一项物件，加啥？圣光哦。真不是，是委屈。嘉文这几年受着许多委屈啊，伊感情内底拢是受伤的记号。确实啦，我无这种记号，因为我人生无可能互家己受委屈。就是讲啊，所以你哦，就继续做你家己唔着好啊。因为我相信，你嘛不想要伫嘉文迄款占你委屈的人生。而且，除非你真正介意志文哥，啊，若无，你若是干那想要甲嘉文拼一个输赢，就叫做是嘉文去创你志文哥，安尼我无同意。为虾米？因为志文哥的感情内底，毛受伤的记号啊。志文哥是一个真温柔、真善良的人，伊应该得到属于家己的幸福。所以，你若毋是真正介意志文哥，你就莫去掠伊。喂，喂 ，Coco， 找我什么代志？我就想讲，你顶边要约我食饭，我就一直咧等你甲我讲时间啊，是讲你拢一直不敲电话来。是的啦，即几天无闲，所以无甲你联络。唔是啊，我唔是咧催你，我只是咧烦恼讲你是不是甲咱的约束放袂记啊。亲像你这尼啊有自信的人，我要哪有可能甲你放袂记你啦？我真希望会当赶紧甲你见面。我有真侪心内话想要对你讲。好啦，我的约银行七点，好不好？好。王姐。是。真感谢郭董事长，你给我这个机会，我真期待咱会当合作。我今嘛变做贵当署长啊，安怎？蔡云茹来啊？哦，我会准时到。啊，其他的代志咱见面再讲。感谢贵党，感谢。王姐，你是甲倒一个贵党的？你讲电话。贵党是我之前伫个国外交的朋友啦。王姐有这么好的朋友，我拢无听伊讲，甚至我讲要去国外拍招呼，伊拢唔肯。我一定要主动去联系。为着咱即摆已经知影，因两个人吼，应该是约联名片顶关餐厅见面，咱都伫食过，绝对爱好可可两扎试试。妈，咱即摆都过去。卡叔讲红姐到后边来吼，我一定会替你出头。就算讲爱甲红姐卡过共顿，我嘛会甲伊走。妈，原来你这么疼我。废话，啊，恁两个人的婚礼拢已经办啦。虽然讲还袂登记，啊，不过吼，嘛算是今年来咱家的门啊。你哪来车？啊，歹势啊，我行唔着。
玉茹，你哪在家？红姐，你嘛在家啊？你甲贵太嘛约在这间餐厅吃饭？是啊，你嘛是甲恁朋友约在家？对啊，咱也无相约啊，个人赴个人的约，既然在这拄到的，我是董事长夫人，我应该去甲贵太拍一个招呼，安尼较有礼貌。等下。你是要留卡伫当时啊？我哪有你乱？明明就是你跟踪我，你莫是讲我唔知影。编理由你莫编较合理，好唔好？我怀疑你唔是要甲贵档的食饭，你是要见 Coco。今麦甲 Coco 是跟我什么关系啊？下雨露，下雨露 ，Coco 嘞？小姐，你敢咪是捡着包厢啊？Coco 到底比在倒位？哎，王姐，真久无看嘞。是啊，真久无看哦。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的未婚妻蔡韵如啦。你好，我听王姐讲过你，我姓郭。你是不是拄仔在找什么人啊？哦，你好，原来你就是贵档的，歹势啦。拄则有淡薄仔误会，甲芳姐借我，应该是无问题啦吼。无问题啦，啊，恁慢慢讲，我先出来。是可可小姐安排啦，未晓我扎一句话予你。请讲。恁两个见面哦，有风险，未晓你哦，较细腻个，随时注意身边个人。我了解。伊个时间佮地点改啊。